最新的 iPadOS 14。如果你的 iPad 是有支援 Apple Pencil 的话，那这一次的更新绝对会让你舍不得放下你的笔哦。iPadOS 14则是多了叫做随手写的功能，能够让你在任何以前只能打字输入的栏位，透过手写转换成文字，而且还可以同时书写中文、英文哦。写错了，画个两下就可以删除，想选取其中一段，画线或者画圈就能选取，比用笔写字还要方便呢。手写的地址、电话还能自动辨识，写完只要轻轻一点就能使用。除了随手写， iPadOS 14也有 iOS 14的小工具，虽然不能任意摆放在主画面，但是同样也有堆叠的功能。 iPadOS 14的搜寻界面也变得精简许多，你也可以透过手写的方式来搜寻。时代点评，我们下次见。